传统快板叫山上彻野击毙倭国王，大鹏展翅任飞翔，明珠黑夜放霞光，抗日的风雷天下响，山上彻野的大名传四方。你看他手拿着一把安倍切，多少的恶棍在他的枪下亡。咱们单说那倭寇的元首真猖狂，他的姓条旗下好乘凉啊，他本是阿美利卡一条看门狗，获得了称号倭国王啊。这个倭国王他平时总装善人样，一肚子狼心狗肺，又阴又险又毒又辣，天生就是个黑心肠。这个描述一点不夸张啊，这个倭国王经常把他天皇来赡养，赡完了天皇拜茅房，他图财害命竟作恶，多少的良民遭了殃。这一日这个倭国王正把这个帝国主义来宣讲，携带了小弟一大帮，气坏了日服第一好男枪。只见他愤怒的表情脸上戴白色的口罩遮着脸庞，安倍切挎在了肩膀上，有两发子弹上了膛。男枪就站在了不远处，双眼紧盯着倭国王。这个倭国王在大街以上汪汪叫，对着他的子民乱嚷嚷。那个男枪当时受不了了，对着天空开了一枪，吓傻了日寇首领倭国王啊，吓跑了小弟一大帮啊。男枪他这一点不慌张啊，就如同猛虎赶群羊啊。第一枪宣布我来到，第二枪送你去见阎王。纯爷们从来就不搞偷袭啊，真男人正面来硬刚。那个你看他快速拔枪王，枪爽的扣动扳机冒火光，只听得砰的一声响，终极爆弹直接命中倭国王。这个倭国王再也不能狂，嗷的一声倒在了地，他嘴里往外喷血浆，他的流了一地坏心肠。不多一时见了阎王，这正是山上彻野击毙倭国王，留下了美名天下扬。